最近在泰国有个一出生就爆红的小网红，他妈妈把他刚出生的照片放上网，没想到竟引起一阵疯狂。这个小男婴七个月就被生下来了，刚出生时只有 1.9 公斤。虽然大家疯狂称赞他儿子很帅，甚至还有经纪公司找上门希望签约，但妈妈除了认为小宝宝还太小，目前也只希望儿子能平安健康长大，所以婉拒了经纪公司的邀请。连护士都说，接生过这么多孩子，从没看过一出生就五官这么精致的。不过他妈妈的颜值确实也很高，所以也能理解小男婴为何这么逆天啦。连小编也被他萌到了。